欢迎来到华尔街财经简报。香港放宽抵押贷款规定，因房地产市场疲软而放松。彭博社，香港正在放宽其房屋抵押贷款规定，以支持该市的房地产市场。符合条件的首次购房者现在可以仅支付正在建设中的房产的百分之十首付款，房产价值最高可达一千万港元（一百三十万美元）。此前。 购买价值超过六百万港元的这类房产的买家只能获得百分之七十的贷款价值比率，导致首付款要求更高。此举预计将提振一手房市场的情绪，但专家表示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整体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见到拉克伦·默多克即将成为福克斯新闻和默多克帝国背后新的权力人物。英国独立报，鲁珀特。 默多克宣布将辞去他所领导的两家媒体公司新闻集团和福克斯公司的职务。拉克伦·默多克将接任新闻集团主席，并继续担任福克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主席。鲁珀特·默多克过去常常培养他的子女，然后又削弱他们的权利，所以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是他最后的权力举措。拉克伦·默多克之前曾在新闻集团工作。 但在二零零五年，因与前福克斯新闻负责人罗杰·艾尔斯发生分歧而离开。货币市场基金的风险需要仔细监控。《金融时报》美国货币市场互惠基金的现金流入引发了对其安全性的担忧。尽管自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市场基金已经变得更加安全，但仍存在风险，特别是如果资金突然撤出。 与银行存款不同，货币市场基金没有保险，这意味着投资者可能会损失资金。今年早些时候，硅谷银行的崩溃凸显了其中的一些风险。一些专家认为，这些基金中的资金过多，投资者并不完全了解其中的风险。在新闻编辑室里听到的话，《金融时报》鲁珀特。 默多克宣布辞去福克斯和新闻集团董事长职务，引发了对默多克家族王朝未来的猜测。虽然这并不被视为默多克时代的终结，但这一举动很可能会导致帝国内部进一步变革。预计鲁珀特的女儿伊丽莎白·默多克将在塑造公司未来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一过渡正值媒体行业发生重大变革之际，流媒体服务的兴起和消费者习惯的改变。 萨巴托德萨尔诺在古驰开启了一个新时代。《金融时报》萨巴托德萨尔诺 （Sabato De Sarno） 为 Gucci 推出的首个系列名为 e n c o r a 让时尚圈内的人感到困惑。这个系列展示了超短裙、露脐装和低腰牛仔裤，被认为是年轻化的，不适合 Gucci 较年长、较富裕的消费者群体。 一些分析师担心，这个系列没有满足美国和中国年轻有抱负的购物者在疫情后的需求。Gucci 的新 CEO 让弗朗索瓦帕卢斯 j o h n Francois Paulus） 和创意总监萨巴托德萨尔诺 （Sabato De Sarno） 的任务是扭转 Gucci 最近的收入放缓趋势，并扩大品牌的影响力。中国恒大暂停债权人会议，对二百亿美元债务重组构成风险。南华早报。 中国恒大集团取消了原定于下周举行的债权人会议，原因是房屋销售下滑和诉讼增加。该公司正寻求重组二百亿美元的违约债务和索赔，这是中国公司目前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该开发商提供了新债券、可转债和其物业管理和汽车制造部门的股权，以安抚债权人。恒大表示，对其人员实施刑事强制措施不会影响其运营。 新闻、商业和金融是什么？《华尔街日报》：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已将罢工范围扩大到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的零部件分销中心，影响到另外五千六百名会员。微软修改了与动视暴雪的交易，解决了英国当局的大部分反垄断担忧。美国股指略有下跌，标普五百指数连续第三周下跌百分之零点二。 中国恒大取消了一项价值三百五十亿美元的债务重组计划。亚马逊计划在其 Prime Video 平台上推出广告。英国宝诚的首席财务官今年早些时候辞职，此前他曾试图帮助一位高级监管官员的亲属获得就业。华纳兄弟探索公司正在将其华特福德电影制片厂扩建为 DC 制片厂的主要生产中心。 中国游客正在前往香港购买以投资为重点的保险政策。随着亚洲寻求更多能源密集型数据中心，印度尼西亚的排放量激增。南华早报：印度尼西亚数据中心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对该国气候目标的担忧。该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第二大数据中心枢纽，仅次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这是由于该国对数据中心的需求不断增加。 预计到2030年，该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将增长五倍。然而，对煤炭的依赖引发了对该行业环境影响的担忧。预计到2022年，数据中心将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4%。新加坡是数字化领域的区域领导者，已试图将部分数据中心迁至邻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然而， 环保活动人士警告称，这种数据中心的离岸化可能会削弱印度尼西亚的气候目标。该国尚未宣布近零碳排放目标的时间表，但政府表示这可能在2060年实现。感谢收听。以上内容展示了由六 d o 团队精心策划的最新简报和分析摘要。这些见解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家可靠媒体机构、智库、政府来源和专业专家。 我们鼓励您探索这些来源，以获得全面的视角。请记住，尽管内容可能不总是与六 do brief 的官方立场一致，但并不意味着应将其视为决策的绝对指导。六 d o 团队由经验丰富的媒体专业人士、学者和杰出科学家组成，是一家开拓创新、完全独立的媒体机构。为了根据您的专业需求定制六 do brief。 您可以选择在我们的网站六度 brief 点 com 上订阅各种简报，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方便的收到六度 brief。